今天是2020年的1月23日，早上起床以后就听闻说是武汉封城了，然后马上打开电视看消息说，真的武汉封城了。新中国成立至今，好像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封过城。当年北京 SARS 的时候，也说是传闻说要封城，最后也没封。然后武汉的上一次封城还要到辛亥革命呢，1911年对吧？不记得了。然后哪里也去不了了，短期内也没办法回澳洲了。可能还要马上请假，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，回去肯定也要被隔离或怎么样，咋咋吧的。那也没办法，既然发生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也只能说是在这个武汉封城的期间做一个记录吧，给大家看一看武汉现在封城的第一天情况是怎么样的，也看看后面几天持续的发展，说不定以后还能成为什么史实啊、参考资料啊。武汉封城的第一天早上的话，还是可以看到有一定的雾霾，空气质量不是很好，阴天。其实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了，也几乎看不到行人。早上有不少朋友得到消息以后，已经在开往外地的路上了。有的朋友7点钟出发，目前已经赶到了孝感，还有不少朋友也在10点钟之前成功的离开了高速公路。虽然这种做法有点不负责任，但是更多的朋友像我一样的留在这座城市里面，与城市共同加油，不防止病毒的扩散。与此同时呢，有一些超市，比如说麦德龙啊什么的，也出现了这个采购啊、抢购的现象。我刚刚妈妈下楼看了一下家门口的超市，基本上东西也都被买空了。这可能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封城。我们也是作为见证历史的人。然后现在的物价呢也涨得很快，原来一颗白菜可能几块钱吧，现在要30多块钱。当然，现在也有不少传闻，说是中部战区已经派了军队轻型什么坦克车、装甲车来，就是帮助武汉封城。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帖子，基本上都被删帖了。然后我自己呢，最近也有一点感冒，我老婆也有一点。虽然我们没有太跟其他人接触，我们最开始的症状呢都是鼻部啊、咽部啊，对国内空气质量可能不太适应，然后出现了一些炎症反应。我老婆基本上已经快好了，我呢现在还有点咳嗽，也不敢去医院了，毕竟医院的这个排队很吓人，暴露在外的风险其实比待在家里的更大，所以呢也只能心中有所忐忑吧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因为宝宝奶粉快断了，我们争取去进口超市买一点奶粉给宝宝。现在不得不出门，然后家里有一点那种医用的专用消毒口罩，准备带着出门，4个小时一换。行了，走，去买个红外体温计，再买一个奶粉，还有什么？哦，如果有藕的话，买个藕，然后，再看看超市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，走吧。到超市这边来以后，对，感觉商家很多都已经关门了，然后进超市要测一下体温才能进。哇，这么多人吗？这个超市属于武汉市比较贵的超市了，已经人满为患了。哇，我的天哪，不出来不知道。超市里的人太多了，然后我们宝宝还没有那么着急，我们决定晚上最晚的时候再过来把东西一买，直接走，不跟别人抢，别人都是买生活用品，然后超市里面所有人都戴着口罩，不过人太多了，暴露在这种风险中，总感觉不安全，所以还是先撤退回家。看了一下国内奶粉的物价，哇，在澳洲大概卖40多刀的奶粉吧，这边竟然要卖400多块钱，天哪，500块钱，感觉喝不起奶。这封城的第一天下午，漫天谣言之后，还是淡然的准备年饭，是吧？对，明天过年，明天两家人在一起吃年饭。该怎么活怎么活，没办法。对呀、啊，说是早。日子要进行啊，生活要进行。说是早上有一堆谣言，什么撒消毒啊，转移病人呐、啊，好像都是假的，都辟谣了，是吧？这两天网络很热闹，都不能出去，只有抱着网死聊。就是，有的人直接朋友圈说：“你们需要寻求精神安慰的，随时在线。”
定，完美，搞定，好嘞，好吃，好吃是吧？我们的饺子已经上桌了，耶、yeah ！来，老妈入座。好吃吗？嗯嗯，自己包的就感觉我们一家人一起搞出来的饺子，嗯，真是。好嘞，我们来吃饺子。你买的冻饺子好吃多了，吃了半年的冻饺子。妈妈不在是吧？封城的第一天，我们就以吃饺子收尾。除了早上的那种恐慌感，后来也就淡定。早晨蛮像是打仗鬼子进村那样的，提着包包要走，是吧？那个有一个回黄陂的，发烧的，逃回去了，被抓了。被抓了是吗？那他怎么知道他发烧呢？被抓了什么的？他路上有考，他绕过高速公路考就，考就走小路。嗯。但是你要没事的话，比如说没有这个症状，他就放心。嗯。你要发热，他就拦住了。那这个人要不得。你发烧。发烧你还跑？发烧肯定留武汉了。嗯。